Let's go! Ladies and gentlemen, introducing the one, the only, most credible, four-man introductory test, who's next? 지금 보여줄게, who's next? 지금 들려줄게, who's next? Four-man, keep running, running, ha! 团体对，是我们三个都很喜欢的 Four Mini。难度会在哪里？这个团，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团体，然后它里面其实有各种角色，都有性感的，然后有帅气的，嗯，各种角色都有，所以我分配了一下，我们再大家分配了一下，帅气的、帅、性感的、台语歌手的，你真是可爱的，可爱的啦，舞蹈老师啊，台语歌手。在练习的时候，在练习的时候，连老师都说：“你怎么可以那么的台语歌手，好江湖哦！”江湖味道。对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舞步，然后明明没有踏步，但我自己就教他。你怎么踏？看一看，我们一起做，然后看做的反差。好看一下反差，五六七 ，Go！ 我不知道哎，家乡我以为他们也是这样做，对他可能觉得习惯了吧，或者他觉得这样比较带劲儿，带劲儿，蛮来劲儿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会派他们去跟韩国团体 PK 耶。哇塞，我觉得不会输哦，赢面还蛮大的。哇，因为今天。我觉得这种拍子其实不好跳，你的瞬间力道如果没有非常强的话，这种要快不快要慢不慢的音乐很容易看起来就会软掉。嗯，那他们三个刚从头到尾的力道并没有慢慢，因为通常越跳这种力道越跳会越弱，因为会累。嗯，但他们到 ending 气势都还是十足，特别是小韩也变得超有力的。谢谢。那这个舞里面唯一的缺点就是记忆点不够，但是这个并没有向我评分，我只是觉得有这个意见而已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军老师心脏都跳出来了，大军老师每次讲一句话就觉得好像会扣分的。对呀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比如说动作也好，力道也好，表情也好，身体的那种自然，或是所有的变化，所有的收放。我在妹妹身上看不到一点破绽。我觉得她的进步破绽吗？进步太可怕了。谢谢谢谢。以前你看过她吗？有啊有啊。以前人家那个。好像没有耶。
我们跳舞了，跳舞。妹妹是进步，是我就是从来这边当评审啊，从以前到现在，然后进步到现在，我觉得是最完全的。现在就包括就是她就是变得很瘦，然后从这边重点是可以看到她的，从这边可以看到那个肋骨都出来了哦，这是正面才有的。这正妹才有的哦，然后他今天三个变起来不会让我觉得就是好像谁比较强啊，谁比较弱或怎么样。然后尤其是你们刚刚一开始 open 的建成啊，我真的要就是好好的，就是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棒。哦，谢谢。文哲这次其实他很厉害，因为那个他也是因为为了这支舞，然后他要学性感的走路。然后他也是这样，他也是学了很多，但他把它学会了，他长大了。你这次有做比较修正？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封面也是很性感又很酷，然后就是最近其实很常尝试这种东西，我很努力的想要做好，也想要让大家就是看到我不要尴尬，因为留这种感，或者想没有尴尬。你觉得？我觉得你一直蛮好的啊，但是真的吗？就是因为回退了再说。超性感，他还放电给这边所有的人，然后我想说，哇塞，那谁啊？是蚊子吗？超性感呢，可爱。我心目中又可爱，现在又加了性，真的，真不错。好的，紧张，听起来那分数也不错，每一个人都感觉挑不出缺点，但目前是14分，最高14分，这个挑战最高了，到底可以获得几分？评审们，请举牌。加上评审们肯定的，他们到底能获得几分呢？目前的最高分为尾鱼、阿杰及金阳的14分，究竟蚊子、小韩以及妹妹能不能够超越他们呢？到底可以获得几分？评审们，请举牌。心想一下，哇，哭了，为什么哭？因为我们练很久，然后我们是一个一个动作雕我们的整齐度什么的。听说这次去真的要剃光头，三个光头，不要吓他啦。剃完才可以去。然后呢，你自己觉得辛苦了？因为他们两个跳舞很厉害，我很怕我，因为我穿高跟鞋又不稳，我很怕我一个抖或是什么就连累了他们。哪有，他抖的比我们还大的嘞，真的，头大的高跟鞋不稳那种，对，万一跌倒。你刚刚没有这样子踏步啊，是最后一组压轴，压轴一组要出场，野兽小鹿还有异地加油。亚洲登场的野兽小鹿 EDD 将要让全场陷入疯狂，带来令人放声尖叫的表演。